看《鱼香风情画》，我是胡一芬。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石木鱼系列到今天已经是播出第七集了。那在过去的六集当中呢，我们为朋友们介绍了有关于石木鱼的养殖、收成、运销还有加工等等。所以说如果您每一集都有收看的话，相信您现在对于石木鱼的了解呢，应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具体而且非常的深入了。那或许您就会问啦，我们已经了解得这么透彻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内容还会有什么可以掰的呢？好像不应该讲吧，还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秘密武器。所以说如果您要知道详情的话呢，现在就赶快跟着我们一块来看看今天的精彩片段。话说这暑假似乎才开始没有多久，哎，怎么转眼之间已经过了大半呢？哎，真的是光阴似箭。我想呢，最不甘心的大概就要算是求学当中的青少年朋友了。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暑假过得还不够充实的话，那剩下的这十几天的假期可就要好好的把握了。好，言归正传，接着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另外一种的另类休闲方式。就像画面上您所看到的，老少咸宜，绝对让您满载而归。而在品鱼一族的单元里头，嘿嘿，我们有新的花样喽。大家好，现在呢，先为大家来介绍在我们今天的品鱼一族单元当中呢所要准备的材料。干什么好？你好，今天要介绍什么菜？今天还是用这个鱼背肉来做菜。好，石木鱼背的鱼背肉。这个主要的材料呢，就因为我今天的菜叫做翠玉鱼片。哦，翠玉鱼片。玉的话就是说这个石木鱼的肉是白色的，成色。嗯，那脆脆的话就是用的韭菜，韭菜好啊，韭菜，因为最主要是韭菜的颜色，一个是绿色，还有一点韭菜的香辛料，这个香辛会配上搭配这个比较香一点，我个人认为比较香一点。好，所以今天要准备的就是，那吃起来要比较脆的话就是皮皮，我们讲的马蹄，还有就是碗油。这是什么？碗油。碗油是什么？碗状的碗。网油，猪里面的网哦，这市场上买得到，买得到。那这主要这个东西是说，我们等一下包在这个鱼的上面之后，拿去沾了粉就拿去炸。炸的话，它一个油会吸进去，还有一点就是说会比较觉得有一点油，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伤到里面的肉质。哦，这样子。好，准备的最主要材料有这几样。好，如果家里有现成那是最好，没有的话也没关系，等会可以去买。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就是韭菜。网油，还有荸荠跟石木鱼的鱼背肉啊，这个是什么？这就是番薯粉、番薯粉、地瓜粉也要准备好。那不要忘了，等会儿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就要为大家来介绍这一道叫做翠玉鱼片。一个多月以前，在台南县北门乡的石木鱼节庆祝活动吗？在当时现场的人潮汹涌，热闹精彩的景象，您一定是记忆犹新吧？没有错，这正是目前政府极力推广的一种休闲渔业模式。主管当局台南县政府以及台南县区渔会，根据台南县渔业发展的特性，以最具代表性的特产石木鱼为主题所设计的推广活动，砍钩、撑钩、现捞的石木鱼品尝，样样都是非常的新鲜。平常呢，我们都是从媒体当中去感受，那总比不上自己亲身去体验要来的有趣。而事实上，为了推广台湾地区的养殖事业，促进产业升级，并且融入现代生活，政府提供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辅导与协助。台南县的渔业，我们除了这个对这个发展养殖渔业部分呢，我们渔业局从1980年开始，这个辅导这个县市政府来做养殖渔业这个生产基地规划，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5期的养殖基地规划，面积有2400多公顷，同时对。规划好的养殖区呢，业绩呢也补助经费啊，
来以做公共设施各方的建设，比如排水这个产业道路的，还有排水这些的设备。台南县是石目鱼养殖的大县，年产量24000多公吨，约占全省总产量的40%。特别在沿海的北门、七股等乡镇，放眼望去，竟是一处处的渔温渔舍。而过去不管是渔村、渔温或者是渔舍，给人的印象总是脏乱落后的，以至于产生了渔家子弟人才外流以及渔村人口高龄化的现象。然而部分有心的养殖业者却能够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环境美学的观点，重新塑造渔温的景观。眼前的这片草坪、石桌椅、红砖道、闽南式的红顶建筑，不就像是在度假小屋般的清新雅致吗？夕阳西下时分，和三五好友在石桌前聊聊天，聆听哗啦啦的水声，伴或者虫鸣，这时间晨间的熟事抛诸脑后，也是悠闲的享受。建筑周边的渔温养的正是最近以来我们在节目里头为您介绍的老朋友石目鱼。除了鱼市场、加工厂一图，它还是推广休闲渔业中的主角呢。到这儿来的民众不妨撑塑胶筏喂喂鱼，观察鱼群索饵、温边垂钓，都是非常古意的生活体验。所以有机会到台南县的时候，不要忘了先致电台南县区域会，询问一下有哪些地方可以体验渔业，您将会获得完整的资讯哦。前半段的内容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满不满意。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后半段的重头戏，那就是品鱼一族的单元。好，大师傅，现在最主要的话就是说要把这个鱼肉的这个鱼刺给拉出来。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菜叫做翠玉鱼片。对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皮要用到啊，只有这个骨头不要用到，肉的部分都要用到，因为这个是等于算是生的在处理的。上个礼拜他为大家介绍是因为把这个鱼弄熟了以后处理，这个是完全生的，待会儿的话要用到的话，这个皮应该要需要用到，所以说等一下这个皮还要利用到。好，这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那这个就不要了吗？这还是可以要，还是可以要。为什么都可以要？我们下来我给你看啊。好，因为这个上面多多少少还有一点这个肉，这个肉的部分除了个大刺之外，等于是没有小刺，我们可以用这个挑针把这个肉刮下来就好了，完全利用，尽量不要浪费啊。好，对。像这个其实有时候这个骨头还是可以用得到。其实很多人会把那个鱼的骨头拿去熬汤，对对对，对，就蛮好的。加点的醋，加醋去熬汤。什么原因？那个骨头容易软。不是。不是啊，把里面那个钙质能够提炼出来。哦，这样子啊。那至于这个背上那边那个肉啊，切一切吗？我已经有曾经教过人家怎么样把这个肉刮下来，而且不要留有刺。所以说我们就顺着这个肉的这个纤维，那刺它是这样长，对不对？顺着这样刮，啊，看到没有？顺着这样刮，啊。用这种大的功夫啊，去处理这种，啊，说看起来不是算是很那个贵的东西，主要是靠功夫怎么样去做。所以说这个功夫用的细的话，再不好吃的东西也可以弄得很好吃，啊。如果说像这个有时候有这个比较细致的、比较不好处理的话，那肉就不要了，无所谓啊。这样子我们手稍微抓一下，看看这有没有鱼刺。有鱼刺的话，应该是稍微注意，像这个有鱼刺，应该有刺，对不对？拔掉就好。拔掉就好。好，这个很简单的事情。放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注意这个刮的时候啊，这刺是长在这边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条根呢，有时候用小一点的话，顺着这旁边刮，啊，不要去刮到上面去，啊，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刮下来，对。
对不对？很好处理，对不对？对对对，稍微细心一点啊，不要急，慢慢刮，可以把这个刮下来了。可以，应该是可以丢掉了。不，这不能丢掉，这等一下我们还要用。还要用。还要用。所以说这道菜就是做的更加不一样。那现在完全把这个肉给刮下来的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稍微力量大一点，把这个鱼刺给拉下来，这样留一层皮啊。这个刺啊，刺完全要刮掉啊，这刺一定要再拉的。可以把它切断比较好。可以。不要再拉。可以。好。现在这样子就是把这个一块肉给处理好了啊，处理的一块，然后这一块嘛，我就想这个皮我是要留到的啊，啊这边这块，请你稍微试试看，稍微那个，对，这个刮就刮中间，对了，对对对，这样。连我们这个主持人并不是很会煮菜的人，他都能刮那么顺的话，表示说每一个家庭主妇弄这个话，相信只要有仔细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是蛮简单的。有这个刺，如果说不是抓的这个很干净的话，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底下这个肉还要经过再剁过，再剁细一下，再剁过以后，即使里面有这个细刺，也给我们剁的细碎碎的话，也不会感觉出来有刺。好，那我就反着它的。反的方向刮，这样刮，把那个把这刺给刮掉，因为我们还要用到它皮。好。我现在很担心把它刮破，刮破就没有。不会刮破，不会去刮，100%不会刮破。100%不会刮破。好，捏好了。像这个皮，刚刚那个主持人讲说，这个皮是好像说以为是。刮一下就刮破，其实是刮不破的。还有一点，我们这个皮最主要是为什么要留到？因为这个东西等一下，这个皮还有负责一个，就是要把这个用碗油跟这个皮啊包起来。先把这个肉给它剁细，不剁细的话还是不行啊。然后我现在再回来剁好了。尽量剁细。那这个不是做鱼丸，所以说等一下就不需要去给它去搅拌了。因为搅拌的话，这种会产生联系嘛，做鱼丸的形态。我们这主要要吃比较松散。等一下，那个荸荠也是要用切的。荸荠是用拍把拍碎的。哦，拍碎就好了。对。好。哎呀。哦，就是。这样看就有点恐怖。好。OK。另外，这开始就是这个皮皮要把全部都要用，还是要最好是通通都用到。因为皮皮最主要是吃起来会感觉到很脆脆，而且有加这种皮皮的话，吃起来比较怎么样？比较清爽一点。很多菜都是这样，只要加了不会很油腻。那现在还有一点，这个皮皮啊，本来以前教大家拍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一个拍。或者两三个拍，但是你拍的时候你有个感觉它会跑，对不对？它有些地方会往外跑，所以说我们现在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拿一个干净的塑胶袋啊装进去，然后把它通通拍平之后，我们给它这样拍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保证它不会跑的。可以了，好，这个塑胶袋就可以不要了，还要再加一点这个韭菜。既然我们称之为翠玉的话，最好是放一点绿韭菜一下下去。像我们这个做这道菜的话，可能这个量会比较多，所以说如果说鱼皮不够的话，就不需要用鱼皮了，直接要包在碗油里就可以。哦，就是把它包起来。高师傅，我不太喜欢吃韭菜，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菜可以替代？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味道。韭菜配鱼啊，是应该是味道的。那韭黄吃不吃？还好。啊，韭黄就是韭菜的盖棉被的。盖棉被。啊。因为怎么讲，这个韭菜的话是直接就是这样子让它生长出来，韭黄就是上面有盖一些稻草。哦。所以说它在。这个就是比较功夫一点，就是比较浪费一些功，还有
要一些什么稻草做材料，它把盖起来闷的，不让它。所以酒行的价位会比较高。对，不让它的那个颜色变绿色，就这样闷在那个里面。闷在里面的话，就是价格就比较高一点。所以称盖棉被的就叫酒黄。对，而且还有一点，那个酒黄的话就是。味道没有像韭菜那么重，这么重，对对对，觉得韭菜的味道很重。好了，好，好，现在我们该切的、该剁的都已经到完工，都已经完工了。完工现在就主要就是要放调味料，对，放调味料。我们调味料用的是这个先放盐啊，盐是看个人的口味多跟少啊。这个因为要炸的话，盐不必那么多。味精不要放味精，一般我煮这。除了煮汤之外，带汤的其他我都不放味精。另外还是放点这个汤下去啊。那酱油需不需要？酱油就不需要。酱也不需要。然后接下来就给它调一下啊。我来帮你搅拌好了。这个你来做，来。那油要热锅。油我现在开始热油啊。好。稍微给它酱，稍微让它酱的话比较容易把它味道都比较能够拌匀一点。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包了。包在鱼皮里面，不是，所以说包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要注意，因为我刚才叫你，我就特别介绍这个碗。我刚刚说奇怪，怎么那么难嚼？搞了半天，高师傅你用了四根筷子。不是不是，因为怎么讲，用两根筷子反而不容易嚼。这样子啊，它不好嚼，所以说这筷子好最好是用四根筷子。好，啊、okay, 要包在里头。我们现在这碗不会漏出来吗？不会，碗油最主要是用包在外面在用。那现在我们这个碗油啊，这个油的部分呢、啊，比如说像这边油的这个部分太。把它切掉，给它削掉，不要。好，这个你削掉。对，不然太油了。反正网油如果比较油的部分呢，大家就把它去除掉。然后尽量。这样也比较好看啊。不是好看，有的人喜欢说，我喜欢吃比较油一点的话，那就有网油就好。会有人比较喜欢吃油一点。哦，就是把这个鱼皮啊铺在上面。铺在上面。好。对，这样子。刚刚因为这一段是被你在后面给切断掉了，所以说这碗也，所以说看起来比较那个一点。好，现在把它这样，然后把这个就把它全部都不是全部，看你需要的量多少。像所以说我们讲说像这个做的话，我们可以说不一定通通要包鱼皮的，鱼皮不用直接用碗就包也是可以啊。稍微用一半就可以。那另外一半怎么办？另外一半的话，你直接用碗油包啊，或者的话，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我们直接用这个用馄饨皮来包的，炸了也可以。如果再剁细一点的话，包水饺。可以包水饺。对了，你讲对了，就可以的。所以说是做丝木鱼水饺。对，所以说这东西你看一个便宜的这样丝木鱼啊。就可以做出这么多的花样出来。其实哦，利用今天哦，也实在是告诉大家，最近这个虱目鱼真的是它的那个盛产。还有你包的时候，你让我讲完，非常便宜，对不对？是。我们真的鼓励观众朋友可以多多去买，因为它的鱼头、鱼肚的部分、鱼背都可以利用到。对，好，可以了。现在你来包，我在包着怎么包着？不是说直接包过去啊，这样包的话就不好，我就稍微点，这样子包，懂了？这样包。然后这样包，好，把这个鱼皮整个给它包住。这道菜我好像是长那么大第一次看过，有吗？这个、以前在餐厅应该也没有吃过。没有吃过，那个因为是这次特别为了这个促销我们的虱目鱼，是，特别绞尽脑汁想了半天，好。然后现在就把这个整个包好之后，对，就外面就要沾粉，直接倒在上面，只倒下去。看丑陋的没有关系，丑陋我都没晓得。然后两边把它粉给它。这样子我直接对，好的，那个拍满粉 ，OK， 好，要压一压，要压一下，两边都要吃，整个都要吃满粉，因为你这个油之后你包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个，可以，好，那现在我们就等这个油热，两边都要沾满粉，对，每个部位都不要漏掉，尽量这样，用抓的好，这样比较快。然后现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鱼给它放下去啊。好，给它之后，像你现在看啊，我们这个因为有放了碗油下去之后，你看炸起来都不会焦掉，跑掉，因为不会焦掉啊、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碗油本身是个油，所以说炸的时候，我觉得炸起来就是很完整。对啊，那这个外面看起来是白
色的，对不对？那我们韭菜，因为刚刚说你说你对韭菜不是很有兴趣，我们韭菜少放一点。其实喜欢吃韭菜的这个韭菜，还可以多放一点，多放香。哎，等一下，告诉你，像这个，我们刚刚讲网游，我们是用国语讲。那比方像我妈妈他们都是讲台语的。慢塞油，慢塞。他去市场慢塞。慢塞。好了，我们的。等一下，这个虽然已经完成，但是不能马上，因为这个两家还要经过切一下，切一下摆盘。好，因为这个烫啊，我们就这样切。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道叫做翠玉鱼片，对，不过高师傅，我有个问题哈，因为我有的时候吃的口味比较重，我觉得炸的东西好像应该要蘸番茄酱，蘸什么？番茄酱或者是这个椒盐都可以。好，希望大家对于我们这道菜呢很感兴趣，等一下就真的去试试看。然后也非常谢谢高师傅绞尽脑汁为我们想了这一道好吃的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石目鱼在台湾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头呢，它可以说是我们国人所需蛋白质的重要来源。那随着渔业科技的进步，石目鱼的产量也是逐年的递增，但是因为碰到这个市场竞争的压力，所以它的身价是不升反跌。那还好，就是我们的政府跟业界都没有因此就放弃它，反而更力争上游的让它呢以更具前瞻性的策略向这个自由市场来迈进。那至于说能不能够突破难关，就要看我们广大的消费群对于石目鱼的支持了。好了，一向风情化的石目鱼系列呢，到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那就是香网养殖。也请朋友们和我们一块来关心我们台湾渔业的香网养殖，非常的有趣。别忘了，下个礼拜天早上10点钟，还是要准时打开中视频道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次再见。